你俩能天天陪娘出来走，娘就出来走。这还用说，华子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俩天天扶娘出来走。娘，您要是走不动了，我就背您走。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就是叫娘出来活动活动呢，你背娘走干啥？不背就不背喽。那掌柜，该吃药了。小熊天，你端个锅出来干啥？怕凉了呗。再说了。 万一不够喝的，这不盛起来也方便吗？你胡说啥呢？这药能多喝吗？红唇白牙，你得听我的，我说说就是说。我们进屋喝药吧。走。娘，华子，你俩回屋吧。娘，我们不急。回去吧，娘喝了药得睡会儿。那我们就等您睡醒了再过来。走吧，华子。娘，我们走了。 内掌柜，喝药吧。哎，小心烫啊！冷让人家不知道呀，用你说。内掌柜，我给你唱一段吧。不用了。您边喝药边听我唱，多好呀！小心天儿，内掌柜就喝个药，你瞧你这闹腾。你怎么哪儿都有你呢？我跟内掌柜聊个天儿，你掺和什么呀？够拿耗子。 没事吧，内掌柜？娘，有件事儿我要跟你说了。你们干啥呢？给娘按按背。娘，娘困了。 你回去吧，等娘睡醒了，你再来。这样舒服不？舒服，我舒服。那娘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内掌柜，谢谢你，喝药吧。 回来了，你们说了的，让你歇着的。你就是不听你。吃饱了饭不干活，那不白吃饱了吗？你能在这家里坐着，这就是活。行了，你就别管我了。能为你们做点什么，我高兴。你这是刚回来？哎，刚回来。我出门这两天，这家里都挺好的呀。挺好的。嗯。比利早上开店之前。 老三会把账本拿来给我看，我说我不会看，老三说不会看也要看，看多了就会了。嗯，他说的没毛病。我不在家呀，这账你就得管起来。嗯，小棉袄、华子没事就过来陪我。
话子这孩子话少，问一句啊，就回半句，费老劲了。他跟我话也少。你说咱们这一家子，啊，分开了这么多年，这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了，慢慢的，慢慢就好了。古三妹和小晴天也轮着来照看我，你可得替我好好谢谢他们俩。 行，这事你放心吧。古三妹是把持家的好手，这小晴天啊，眼疾手快的，人挺精灵，可就是做事情毛手毛脚的，过日子差了些。我说苗苗娘啊，你咋又提起这些来了呢？哎，日子有数，我走了，这屋里需要一个心疼你的人。 需要一个替你擎住这个家的人，谁说日子有数啊？啊！人家大夫明明说了，你这病能治好。还有啊，你要再提他们俩，我把他们俩都全撵走。淮海，古三妹是个好女人，可我心里只装着你，你撞着我。 就亏了你了。你还说，再说不认你了啊！这山东包子啊，跟北边的包子不一样，讲究一个大字啊，大皮儿、大馅儿。你看这大肉丁儿。 吃包子，吃在嘴里能咬着整块的肉，可香了。嗯，我们那儿包包子都是把肉剁成末，你这儿全是肉丁儿。嗯，还有啊，不能全是瘦肉，得有肥的，肥二瘦八，这样吃起来香。那看包子，就这么一拧，行了。 你这包子包的真好看。淮海就爱吃这包子。淮海这人啊，对吃穿不讲究。那衣服穿在身上，就不会脱下来的。不把它穿零碎了，不舍得扔，所以啊，你得勤盯着点儿，啊，看着他那衣服穿的差不多了，就悄悄的给他换套新的。你要不说呀。 他还真就不知道。淮海他娘临走的时候，拉着我的手跟我说：“我儿子就交给你了，吃啥喝啥我不管，穿啥戴啥我也不管，你得给我儿子穿上合脚的鞋，我就念你的好。”知道老太太为啥这么说？ 为啥呀？老太太说呀，爷们儿的鞋最重要，有了合脚的鞋，才能出门。出了门，就能晃开膀子，晃开膀子，就能赚来吃喝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。淮海脚大，脚掌宽，脚面高。给他做鞋的时候。 一定要记住，宽点儿，高面儿，打扮好。啊，我跟你说的这些你都记住了。那掌柜啊，我有你在，我放心。 苗苗，哎，走，咱们出去溜达溜达。哎呀，我不去了，我这腿脚不方便，不去了。咱有车爬山，走。哎呀，那我也不去。我背着你还不行啊？你说你这七三火四，你背我去哪儿啊？你看你人怎么了？能不能听话？我听话。嗯，不去。
们就溜达溜达，怕啥？有啥可溜达的呀？我告诉你啊，大连街可热闹了，啊，咱看光景去。我不去，我真不去。你看这大晴天的，你走吧。来，我背你。去说不去就不去啊！你自己走着慢，来，我背你。我不是嫌你慢啊，我把你腿疼。我明白。娘，我来背你。好嘞。来。哎，还是我儿子。来，坐下。茶好了。嗯，走吧，爹。各位贵客啊，坐好了。三位邀客，下车吧。好。娘，我背你。淮海，这是哪儿啊？进来了不就知道了。华子。娘，华子等着背你呢。来，娘，快！你们不说，我不进去。棉袄，你说。华子，你说。说啥呀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大娘，都到门口了，啊，下车吧。娘，咱进去看看，不爱看咱就走。你们不说明白了，我不去。娘，你跟你娘说吧。娘，我爹给您置了三间房，都弄好了就等您呢。这。进去看看还缺啥，我们就都添置上，到时候弄好了，我们家人就搬进去。好，好，好。淮海啊，你咋不早跟我说呢？娘，我爹是想给您个惊喜。谢谢了，他爹啊，我就不进去了，送我回去吧。看看，你看，这都弄好了，总得进去看一眼吧。就是啊，娘，咱们进去看看呗，咱们一家人住在一个院子，多好啊！娘，咱进去吧。不了，我不进去，不进去，我不进去。娘，到这儿了不进去哪行啊？华子，快来，娘，咱进去吧。娘，我不进去了。送我回去吧，要不我自己爬回去。淮海。哎，爹，我娘她这是咋了？您这一片心思，费那么大劲，她咋就看不上眼呢？她不是看不上眼啊。那是咋回事？我就不明白了。一家人好不容易凑一块儿，咋还夹上了呢？苗儿，别怪你娘啊！娘啊，是怕
爸去了新房以后，万一哪天走了再把晦气留下，他是不想让他。完了，我哭了啊。 找我啥事儿啊，妹子？你会写字吧？会。我想请你帮我写封信。这信要瞒着别人吧？你好聪明！我要是能走出去，我就到街上找别人写了。可是眼下我走不远。 只有找你来写，你能答应我吗？这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包括淮海。内掌柜，你能这么看得起我，我还说啥呢？可是我不能背着陈掌柜做事。 就算我求你了，为了淮海好，为了孩子们好，也为了你好，你就答应我吧，啊！我给你跪下。内掌柜，你别这样，我帮你写。顾三妹。 敢问大爷，今年高寿啊？不敢。那正红今年68了，68正是好时候。老话说：“三十如狼，40如虎，50赛过金钱豹。” 你倒是喊他呀！他把我给休了。
蛐蛐的，别说卖烧饼的，卖烧饼的别说卖豆腐的，卖豆腐的别说卖臭豆腐的，卖臭豆腐的别说卖豆子的，卖豆子的别说种豆子的，种豆子的别说地不好。哎，小伙子，小伙子，我碰见你了呀，这缘分。碰见饭馆里的你啊，更是缘分。碰见饭馆里捧着菜的你，那绝对是缘分。宁舍一顿饭呢，不舍一份缘。有什么好吃的，给我拿出来点儿。说这么热闹，就是想讨碗饭吃啊。碰见你了，不是讨饭，那是缘分。那我手里也没捧着饭呢。那你捧着菜呢？菜就是饭，饭就是菜呀。行，我这嘴啊说不过你，等我忙活完了吧。我不白吃白喝他的，完事儿我还给他说一段。我这人就这样，我不伸手跟他要，他还得伺候我；我不点头哈腰，他还得小心的伺候着我。不是，你说啥？我还得小心伺候你？对呀，你不把我伺候好了，我就说不了话呀。我说不了话，我就吃不上饭呢。我吃不上饭，我肚子就饿呀。我肚子一饿，我就说不出话来，说不出话来，你就听不见呢。你要听不见呢，我肚子就饿。行，是不是？你别说了，您这肚子金贵，我伺候不起，您还是换一家吧。伺候不起不怪你，要怪就怪我自己。肚子没嘴不说话，没人知道他饿了。肚子，听我说，咱们到前边找吃喝。前面有肉又有酒，吃饱了一躺乐悠悠。对了，真有意思。出啥事了？掌柜的，刚才有一讨饭的耍贫嘴，让我给撵走了。嗨，讨口饭讨口饭呗，撵走干啥？他讨饭就说讨饭呗，还说我还得小心伺候他，伺候不好还啥啥啥的。伺候就伺候。啊，来了都是客。娘，您整天在这儿张望，看啥呢？看人呢。人有啥好看的？一人一个长相。没有重样的，多有意思！说不定那天，在这些长相不一样的人里边，冒出一个眼熟的人来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这位先生，您里面请。你家陈掌柜呢？啊，您找我们掌柜的有事吗？听说你们掌柜的仁义仗义，想见识见识。敢问先生，您是想怎么个见识法呢？从上看到下，从里看到外，皮肉骨头连着筋，一直看到心肝上。这不好意思，我们家掌柜的忙。如果您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，不改天，您闲的了，有功夫了。咱再说，行吗？敢问你是神仙吗？这话什么意思？那你怎么知道我没要紧的事儿啊？我这不是问您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没有吗？没要紧的事儿，我见陈掌柜，我吃饱了撑的。您不是就是想见见我们家掌柜的吗？这就是要紧的事儿啊。怎么了？你看我这身打扮。非富非贵，就耷拉眼皮看人，是不是？没。要换个达官贵人，你是不是就没这么多话了？老三，哎，这怎么了？啊，这位先生说要见您。哦，看这意思，掌柜的。敢问您是？免贵姓方，耍嘴皮子的，从街头耍到街尾，从街尾耍到您这儿，饿了。饿了不怕，咱这馆子呀，专门治饿病。想吃啥，您吩咐。有啥吃啥，不挑。嗯，您跟着我来。头前带路。这是个嘴刀子呀，扎人呢。嗯。
庄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您看这桌都满了，您跟这儿将就一顿。我这儿好啊，啊，坐在门口，看得远呐。猪是猪，狗是狗，满地小鸡儿溜达走。您这嘴可真溜啊，一套一套的。没办法呀，吃喝拉撒睡啊，真是这张嘴的。您看我这馆子的菜味咋样？您看我一眼就能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那看不出来。还是的呀，那我吃您一个菜，我就能知道您这馆子的菜味怎么样。我吃您这一个菜好，那您这馆子菜就都好；我这一个菜味道不好，所有菜味道就都不好。这话讲得真好。哎呀，看来往后这每道菜都得请您尝尝啊。不白吃不白喝。嗯，说一小段送给您。好，咱们就说这个酒啊，谁都能喝，马牛羊鸡犬猪，有嘴就能喝，喝多喝少啊不是本事，喝进肚子里去还有人模样，那才是本事的。你看那些喝酒的人，喝多了之后，红光满面的，急赤白脸的，满头大汗的，出冷汗的，拍胸脯的，说大话的，勾舌头吐血的，满嘴跑火车的，龇牙咧嘴的，胡说八道的，不省人事的，抱头肯定的。有道是，酒是乾坤炉，喝进去容易出来难，妖魔鬼怪原形现，留下真人在人间。好，酒有酒有啊，没酒不有，要想为友不能喝酒。我说这位啊，啥叫要想为友不能喝酒啊？你看，喝多了是朋友，醒了不是朋友，那还是朋友吗？酒有酒有，狐朋狗友。哎，说谁狐朋狗友呢？这小子嘴太欠，揍他！别！行行行，你看，这就是我跟你说那现了原形的，急赤白脸。再说一句，各位各位，听我说一句啊，这喝酒这东西啊。啊，各有各的喝法，您说呢？有喝了迷糊的，有喝了清醒的，有喝了吧，他能咂摸出滋味来；有喝了，他也是白喝的。别看这酒是粮食精，千百年来粮食咱们大家都吃明白了啊，可谁又喝明白了酒呢？啊，一人一嘴，一嘴一酒，一酒一味儿，各喝各的味道，喝好了就行啊。眼熟的人来了，谁啊？你大舅。大哥。啊。大哥，你咋来了？哼，咋了？我就不能来啊？病伤都好了，回了老家，没人追，没人撵，吃的安心，睡的踏实，这伤病全好了。哎，太好了，咱们这一家人呀，啊，这回是一个不落呀，聚齐了。我来呢，是想看看你的，没成想。碰上我老妹子。我说大哥，这回来了可不急着走了啊，就在我这待着吧。你还让我睡酒店？我新置办了三间房，都粉刷好了，本想着全家都搬过去。嗯，可你妹妹死活不去，正好你去住吧。好啊，我一个人住三间房，够宽敞的。大哥，你那官司呢是好几年前的事了，也不知道警察局还管不管。可不管他们什么心思，咱们得小心点儿啊，不能出院，晚上不能点灯，不能闹动静，吃喝我派人给你送去。放心吧，我能进得了大连街，我就能藏得住。好，你们兄妹先聊着。
我去弄点酒菜。哎，你要弄，就弄点拿手的啊。上回奶你这儿都没吃好，你这是当着你老妹子告我的状啊！行了，你快去弄吧。遵令。就按我说的办。你舍得？不舍得。可是也得舍得。妹子，哥心疼你啊。哥，你得成全我，我就指望您了。我这咋样？嗯，挺好看。飞瘦正好，合身儿。就是太热了，娘。热你就脱了，哪那么多废话。就不。我娘，您这现在做棉衣棉裤，咋那么急着做呢？哎呀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就做了呗。厚实。暖和，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，这回有的穿了。这么多，娘，你这让我俩穿到猴年马月去。这东西放不坏，留着慢慢穿啊。哎，有娘真好。就是，有娘冻不着了。我看你的。起开。看你自己的去。娘，你咋了？娘看着你俩都长大了，我高兴。来，过来。哎。
还没睡呢。你的袜子破了一个洞，我给你补上。哎呦，那还没洗呢，多大味儿？没事，马上就好了。那洗干净了再补吧。睡觉吧。